之后了，我们一起喊三二一。怎么了？非常的惊讶。他说非常的惊讶，为什么？站起来说说。因为我们刚才四个人说的没有一个是正确的，没有一个猜对了，对吧？啊、嗯，你刚才表情特别惊讶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刚才听同学们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，我想其中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。可是当您剪开的时候，我看见这是一个圈，而不是像同学们说的那样，所以我很惊讶。嗯，除了惊讶还可以说什么？跟你们猜的不一样，不可思议。你说什么？站起来说给大家听。我感觉十分不可思议。嗯，怎么不可思议呢？因为要是从中间剪开的话，应该它会分成两个，可是这却是两个连在一起的，是不是感觉什么非常惊讶？不可思议，感觉莫名奇妙。哎，你没觉得张老师很神奇啊？很神奇。你说什么？我觉得张老师这个结果让我们大家都很觉得很神奇，大吃一惊。哎，同学们，你们觉得这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还想再玩吗？想。